昊天雕行刺纳红云，纳红云是个祸首，听见有人一声喊，照到一个臀部狼，而且还了手摔起了一腿，把昊天雕打了呛到的花台边上。秦松鹏一杆花枪出来，就直奔昊天雕的咽喉相关。昊天雕手条子来得快，把个枪引这个地方拿了锁住，锁住是锁住了，人急忙爬不起来。秦松鹏也不敢耸筋，顺着把昊天雕就粘在这个地方，轻在这个地方。那红军也就仗剑在手，止住昊天雕。你听我讲，听我照说个，讲这个稳住刺客，让老太太得到信息，赶得来了。看看这种情景，自己儿子欧阳彭通心慌了。苏童仔细夺了张遗嘱，老太太收拾拐棍，就坐在遗嘱之上，两个眼睛就望着花台子的方向，这个头脑人都开始想，这个刺客比我儿和外孙儿顺的抓住，今天我怎么处置这个刺客呢？是丑待他还是恩待他？我如果丑待他，不费事，你到我家头来行刺我的儿子，凭我家的身份兵部司马，兵部司马府变个把人还稀奇吗？哪片子把你捆捆扎扎送到江都县，江都县定然将你重编。不行，要晓得个坏人有坏人的当遇，坏人有坏人的痛苦。其实我个儿子我晓得，他在外头不得罪人，他在外面没得仇家，为什么是有人来行刺于他？什么人跟我儿子有仇呢？要晓得个，今天你把他抓住了，你把他一阵子打，打过了宋滚重面，这个仇就越结越深。他的党羽，他的朋友就会为他来报仇。我个儿子等在家中就格外不得眼神，这个仇就愈结愈深。我今天不能仇待他，我只有恩待他。今天他行刺个儿子，被我个儿子抓住了，我现在叫个儿子把他放他，不打不骂，放他走，还要加孙呢。不问什么人，好人与坏人，他都有口心，他心里头就要想想。如果说再跟我跟欧家为仇扎堆的话，他良心上也就说不过去。这样子啊，我个儿子在家里就格外的安稳一点。对，恩待为好。老太太厮杀过以后，准备放走刺客。红军，我儿啊，母亲，孩儿在此啊。你的手上拿的什么？
他要收走一下利剑。哎呀，利剑，儿啊，利剑乃是善人的利器，拿在手中又好用。母亲有所不知，现有此刻在此。哎呀，儿啊，最放心，有为良的在此，纵有此刻也无妨，替我退了。好，是。那洪兴听听，心里明白，明白妈妈的心意，准备恩待刺客，准备把刺客放了走。所以，转过身来，盯到花亭，把一些宝剑、冷眼落下，挂在墙上，站在自家母亲旁边，随手拉剑。哎呀，宋鹏外孙儿，救母娘，儿受着哪的什么？外孙儿受着拿的是一杆花枪。哎呀，花枪那是吓人的利器，要它好用。舅母娘有所不知，现有此刻这一次啊，外甥啊，有舅母娘在此，纵有刺客，两也无妨。你把他放了，替我速速退至花亭。好，是。破天雕下这对手，徐松鹏花枪搬回来的。拎着花枪回到花亭，把枪靠在墙上，也就到了嘎的舅母旁边，朝家一站，随手拉剑。书童四喜站在后边，这个花亭上四个人闭着眼睛，就眼睁睁望着花亭的那个方向，都以为拿得稳，刺客爬起来便推飞奔。那就等了半天，刺客动都没动，还睡得了不走。咦，怎么不走的？那老太太感觉到奇怪，这刺客为什么不走？他说破天雕为什么是不走？破天雕他不敢走，为什么是不敢走？让老太太嘴里有句话，呆在装模了，还在挣扎了，还得不敢走。一句什么话呢？有为良的在此，纵有刺客，两也无妨。呆在就想了，我的个妈妈嘞，这个老太太厉害了，这个老太太狠了。你看人家住的那个地方啊，稳啊又准啊，动都不动啊，说话要慢条斯理啊，句句有力啊。哦，一个是他的儿子，一个是他的外孙子，儿子外孙子都有功夫，
怕的就是这个老太太叫出来的。这个老太太的功夫吓人呐、啊，怕人呐、啊。你听她嘴的一句话呀，虽有刺客在此，有为娘的在，娘也无妨啊。呆子，你跑啊！你跑得快，抓得快，就死得快。你不能跑啊！你站在这个等啊子，哎，等啊子，不能跑啊！所以呆子没敢走。这个个老太太就感觉到奇怪了，这个刺客不走的呢？你既不走，我何不把你请到花厅来，跟你谈谈呢？壮士，既然不走，不妨请壮士进来，老身有话问你。一娃，老太太叫我进去了，她叫你进去，你就要进去啊！你不进去，他回头把你抓进去，那个苦就吃大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啊，老太太，你要我进来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就进来陪你谈了，玩完了啊。先把自己的手，走了把刀的龙神套里头吞出来，吞出来以后，站起身。把个破衣裳稍微理一理，见老太太，老太太是个走的人，带的，你得放规矩啊，弄个管布摇摇，哎，见走的人要有规矩样的，哎，两位带的还摇这个管布似的，一摇。二百三位四岁，哎呦，个管布跑得还就扎实不臭。好说个破天鸟，这个管布摇得好，走哪个来的？你别忘破天鸟，他还是个少一遍，削了他的脑子，在都城也是做大官。他的父亲是名忠臣，正是奸臣陷害他才。人拉到这种样子的，所以破天鸟啊，他这个管布摇起来，还就扎上一个位啊。那老太太在厅上望望，感觉到好哟，哎呀，这个人长得这种思想不起呀，破这个管布，还说扎上不臭呢啊，壮士。亲了啊，好的老太太，我跟你磕头啊！破天鸟在拉红裙母亲的面前趴下来，磕了头。哎呀，壮士，亲戚不必下跪。哎，老太太，你要把苦把我吃够。那老太太感觉到奇怪，这个小伙子个啊哈呢嘛？我叫他不要跪，叫他起来。他说我把苦把他吃，我就不懂啊，叫你起来不要跪呀、啊？这怎么把苦把你吃的？我倒要问问你。哎呀，壮士，请壮士起身，怎么又谈到说把苦把你吃？哎，老太太，我晓得。我要站起来，你心里就不快活了。吩咐你的手下啊，打了鬼下来，那个呢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罚饭不好啊。我把路先跪下来跟你磕头啊，老太太，我晓得你厉害的。哎呀，壮士，罢了，我有话问你，老太太，你问啊。有问必答个，哎，你起来，坐下来，陪老身谈谈。哎，爸爸，我换一跪，跪的这个很舒服。
我就归了这个陪你谈谈，老太太有什么话尽管问啊。啊，我娃儿与你有好仇惜，你一般之间带到行刺于他，而这个哪一个是你的儿子？那再一位，哦，不连娃娃，一呱呱，大亏我喊一声，不然他就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就不证明那个老太太本事好了，我真的个怕呢。而老太太，我跟你个儿子没得仇啊，没有仇隙，又因何行刺于他？不是我要杀他，有个人要我来杀他的。啊，哎呀，我说的嘛，我个儿子在外头得罪什么人呐、啊？细想想，我个儿子并不得罪人啊。这个仇啊，你记得深，居然请着人来杀我个儿子，我倒要问问是哪一个？啊，是哪一个，请你出来杀我的孩儿？这个你们扬州南门大街一个西台尤师傅，西台尤师傅，你那个姓阮，你叫阮一万，他叫我来杀的。哎呀，阮一万，阮一万，西台尤师傅阮红的儿子，不脏啊！他的父亲阮红在朝中官居西台尤师。我的两人歇了在朝中是兵部大司马，我们是中间两道是兵天不同楼，上一代有一定的酬谢一定的成绩，但是不会影响到下一代。我个儿子与他个儿子并没得仇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这个于谦不在家，等于谦家了，问问于谦就晓得了。啊，原来是阮一万请你来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其实呢，老太太，我跟你说句本心话，我并不想杀你个儿子。我居心是来杀于谦的。哎呀，不好！于谦这个孩子在外面闯了祸了。啊，你以后要杀我的家人于谦，而这个我其实跟他也不得仇，也是罗一万关着我。找他报仇的，我不晓得罗一万跟你家有什么仇。我只身的也不过降龙两个天哦，我有我的苦头，我说不出口。老太太跟你谈了就不得谈了，跟你说呢说出来也不得用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混两个钱，今天嘛就跟于谦的凯明桥斗手，其实他不是我的个对手。也就个冤枉撤桥，我给他打了三桥喷红，给他摔了三个跟头，打了几十拳，我这个心里都气不过。我跟他打过招呼了，我说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说不打了，他还要打，我不得办法，我来了气了。今天准备来杀于谦，来杀于谦，于谦看不到，听见他们两人说话，红脸娃娃好，说是假如犯法，罪归家族。这个不脸娃娃就是你老人的儿子，说我穷凶极恶，说我被打得好，打得不多，我来了气了，我才杀他的。